起了。哎呀，你们在这儿说的这么热闹，什么自摸自摸摸麻将呢？哎呀，瞧他说的。嬷嬷啊，是你的宝贝女儿在教我怎么乳房检查，怎么自摸自摸。坐坐坐坐妹，她呀，哎，整天叫我照这照那，我说呀，这个 X 光照多了反而容易得，哎，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。妈呀，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你坐一次飞机得那个辐射线要比照一次乳房 X 光的大好几倍呢。生不生病啊，是命中注定。你看我这么大把年纪，光这个膀子让那个男医生摸来摸去的，多不像话。伯母，我的医生是女的，介绍给你吧。妈，那些照乳房 X 光的技术员都是女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们两个算了，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我的身上。我最讨厌上医院了，话都听不懂。有一天呢，我上火，喉咙痛，我就到那个医院去啊，那个外国医生，我跟他说，在啊，在啊，在啊，他光摇头。啊，外国医生哪懂得你说什么 fire water 的。所以嘛，我就到 China Town 找了个中医把把脉，吃两副中药我就好了。但是有些问题中医是检查不出来的嘛。哎呀，得了得了，我们这个人这么大把年纪马马虎虎就得了。哎呦，哎妈，嗯，你就不想看到你的孙子娶媳妇儿吗？哎，妹刚才还告诉我，她前两天啊看见咱们家大宝和啊琳达的女儿谈的可热乎呢。哎，真的是啊，你看到他们了？哎，大宝没有再去泡那个洋妞了？没有没有。哎呦，是琳达的宝贝女儿。真的，他们两个喝咖啡好亲热，这样子啊挤在一起，牵在一起，分不开的嘞。哎，所以只能拿那个空着的右手，还有这个这个、拿这只手，两个人吃东西，哎，喂你吃，喂你吃，就对了，这下可好了。等到他们结婚了，生了小 baby， 那你就不是抱曾孙的吗？不是吗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哎 ，Nancy 刚刚说动我了，要去照那个 mammogram 乳房 X 光，我们两个一起去吧。去，我们去订个 appointment 啊。去。哼。哎，好吧，看在我要抱曾孙的份上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太好了，妈，喂，走。咱们去厨房吃点水果，走吧，去吧。走。